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在淡水底有影路边还有环保站，常常会当看到一位真少年的环保志工，对伊的爸爸斗阵伫个再回收。伊的名叫做赖信如，今年19岁。信如外表看起来就参像大学生同款，但是对爸母做环保已经有超过10年了。信如今年考到手牌车的驾照，想要替爸爸分担一寡工课。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信如是安怎伫安排伊的暑假生活。第三把整理一下。啊，这个不能回收哎。好，好了，这个呢，你丢掉，那个给。来，嗯，那个就不收了，给你收了。来，来。来你等一下还要再退回来。哎，这是我家的第二个儿子，叫做赖信如。哎，目前是在慈溪大学里面念书，念的是2年级，应该是从国小就开始到现在。能够觉得爸爸这样身体力行啊，这是我们做父母亲最高兴的地方。经过慈溪人文的这样的一个熏陶啊，让他成长啊。啊，这是我们做父母亲呢，觉得这样的一个很无比的欢喜啊。年轻人呢，必要的事情还是要参与一下，下雨还是要来，也只有在家里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样子帮忙爸爸妈妈，对啊，回学校就没办法，那也是趁这个时间来，是孝顺一下。信如，那个门不用打开了，我借给你啊。不用打开。来，我从国小3年级就开始跟我爸爸一起做环保，然后到现在持续不断。觉得爸爸为了就是资源回收，从10几年前然后到现在，他就始终如一这样子持续下去。其实对我们这些比较害羞的年轻人来说，其实是个很好的典范。我是觉得他们年纪都40，然后体力也不大。大不如前，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帮手啊。我想说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考上汽车驾照，那希望就是让爸爸允许我最后来开环保车，然后来到处载资源，也是可以减少爸爸的辛劳了。虽然信如去年就拿到汽车驾照，但是因为平常时在华联读书，没开车的机会，所以今年的暑假，他打算要来学开车。他的爸爸云星师兄就是最好的指导老师。那是有闲，不要叫两个人都开着爸爸的手牌车去附近的山路练习。就算讲遇到困难，做爸爸拢是会当一届过一届，耐心改革，一直跟信如了解为止。上坡是先排一档，然后离合器慢慢放的时候呢，右脚就加油。那上坡起步的时候，要拿到车子要往上开的时候，快接近平面的时候啊，然后再换挡。理论都懂啊，第一要点啊，系安全带了，就不会错了。理论归理论啊，理论都听过了，那实际操作就。咱们就走着瞧了。这条路有开过来，还是去年暑假，就是刚高中刚毕业，然后爸爸就说你赶快去考，原本不想考，被他逼的，然后反正钱也是他们出，然后就去报家训班了。很不巧就考到了，因为我的暑假计划回家，就是主要是回家陪爸爸妈妈，跟着做实际的话，那就希望。就来开环保车，然后来到处带资源。
为以后用到车子的几率很大，更何况环保车也有机会需要他协助啊。所以学手排车一个好处就是说，本身就是对离合器啊，对环保车会比较容易上路啊。上坡的时候，离合器不一定要全部完全放哦，那就看你车子引擎转速，然后再离合器看放多少。这个时候要准备再慢一点，对，啊，两边没有车胎，先跨半线，然后再跨过前线。哦，好，再慢嘞，不能跨过别人家红线，这个路太小了。路是不小，技术不能太小。之前是在贸易公司上班，我们是进口一些土木建筑机械的东西，工作量也多，所以要常常陪小孩子，是确实是没什么时间。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家师姐来做这样的一个陪伴小孩子。进来织机之后，那小孩子也跟着慢慢长大，那大部分都以织机活动为主，那小孩子也不会说很大排斥的。所以我们就默默这样子学，这样看，然后就这样一路带上来。信如他呢，小时候他是比较懂事的小孩子，负责任，做事情很清楚，这样的能够体贴到父母亲他的需要在哪里，父母亲的辛苦在哪里，我想这是最贴近爸爸的心啊。可是比孝顺啊更孝顺孩子，他这样的一个思维啊，都能会带动到哥哥弟弟。信如啊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善的种子，兄弟呢在这个善的种子里面能够一起成长，我想做父母亲的他是最有福。丁兄是除了对爸爸做会修一卦，信如也常常教妈妈用电脑，还会主动把家里的事情做好。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因为在学校热心服务，还获得学校颁发大爱付出奖。真的看不出来，这么乖巧的孩子，其实也是一个害羞内向、没自信的孩子。那我们就打开嘛，超链接吧。对，超链接。选这个标题机务，就是你看这两句标题，然后里面你可以打字吧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的话就是插入，好，超连接，按下去了。然后这个你的标题，因为你打上去，你按确定的话，你投影片里面的字就会出现这边。按下去之后，你才有办法，才有办法按下去，可以啊。会，就按这个键往下。对对，你滚轮这边也可以，你左键也可以。对，这样子。会，这样我会。好。对，只要他有回来台北，我们刚好有事情哦，不会的时候，比如说上回之后卡住，为什么上不了，或者是信箱打不开，他都会来协助我们。然后我最近常要做简报啊，那信如他很有耐心，他不会。教我一半，这个妈妈怎么那么笨？不会，她不会生气，她一定会把我教到会的。先看她会到哪里啊？先教自己操作，然后看她是哪地方卡住。那卡住的话就示范一次，示范完之后全部删掉再一次，弄到她会为止。儿子他知道说爸妈的需要，我觉得孩子真的很贴心啊，非常开心。不过他快开学了，我希望我把不会的通通把它学起来。好，然后这边。新增的附件按下去，好，你找桌面，顺便再张图。发现他的人格特质应该是在初中才发展出来，因为他国中每天在 K 书，压力很大，比较沉默寡言。不过他对他功课很负责，那从初中回来之后，他比较能够主动去爱说出来啊，去做出来，跟同学相处也很随和，老师也蛮赞叹他。他比较能够贴心，我觉得是在我们实际的教育人文所吸收回来的成果。那其实就是那时候有参与志工服务，说帮忙
资源分类、资源回收，然后中午去评分。那就是有，也因为有这个做这些事情，然后跟班上同学就是常常帮大家。那老师就应该看在眼里，都觉得说这同学不错，所以就高三的时候就是提名我，就是当那个大爱复苏奖。心如，因为他以前也不太会，只会做，他不太会跟你表达，然后他一定会躲在弟弟的后面，因为弟弟爱讲话。那心如呢，就会有自卑感，可到国中越来越明显。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孩子好像从小缺乏自信心，因为他还小，我自己还没入瓷器，我没有办法感觉到。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内向吧，不想要跟人家讲话，就是做自己的事情，会比较害羞。觉得说别人都功课那么好，然后人家又高又帅，然后我努力那么多，然后人家都随便一下就都 OK， 都可以处理完，然后变成自己没有自信，就是我们会变得有点羡慕人家，会有这种自卑感啊。然后也有会因为这些自卑感，就是偷偷躲起来，然后就是偷哭这样子啊。太求完美了，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了，变成说凡事都想到负面的，就是就连做都还没有开始做，就觉得说一定会失败，就是一开始就在否定自己。我也尽力想要让事情做得更好，只是难免还是会想到这些问题啊。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会错过什么，或者是造成失败这样子，我还蛮怕的。信如认真的个性，想要把每一件代志拢做甲上好，颠倒乎家己产生了自卑感。但是，就伫个信如就读慈济高中的时阵，伫个老师甲同学鼓励下，加入了国术社。因为练国术，伊个身体变甲真强壮，规个人的自信心建立起来，做代志嘛变甲比较早更加积极哦。变的话，在高中吧，就是有去参加国术的校队，然后觉得说，因为它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球类，就是它比较像一个才艺，然后别人都没有学过，那自己就觉得说，感觉那时候的自信心会比较多，对，那那时候有在运动，然后觉得自己体格上面都不会输别人，就感觉会比较心情比较开朗。我觉得啦，不要让那些缺点就是影响你，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好，然后再去面对这些问题。现在的自信都是来自于他加入了国术社，然后给他有机会上台去比赛。他虽然没有得名，他也哭了，可是受到老师同学肯定，把胆量给练出去了，是这样整个自信心建立起来。所以在慈济里面这个大环境，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宝，不会说个别差异，说啊他特别好，他特别不好，让他培养他的自信，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跟最感恩的地方，让孩子对未来人生已经充满了希望跟信心了。信如的转变，让父母都感觉很放心。他相信是祖籍文化影响到一个孩子，所以一家人更加投入做祖籍。在信如休困的时候，云信师兄都会带街头巷尾在再回首。信如看到爸爸热心推广慈济，服务人群，这样无怨无悔付出，让他更加配合爸爸的精神。
今仔日咱伫主会公园办活动，7点到9点，啊，邀请你参加。嘿，这活动足好呀，七月吉祥夜，嘿，为全天下人祈福啊。嘿，好邻居到你来哦。啊。嘿，7点到9点，来，你在中间，在这中间。这很难得哈，为全天下在祈福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起三楼嘛哈。何淑斌，我慈济在资源回收，请开门，谢谢。他有放暑假，还是他有回家的时候，他都会配合。重点就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就有看我们这么做，所以他比较有概念的。他现在已经上我们的大学啊，他更了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哦，所以他接受度应该会更好啊。有时候也有情绪化，啊，哎，爱困啊，昨天玩电脑啊，就不想跟也不想来啊。你是七早八早？啊，七早八早。那七早八早。师公讲的啊，早起就是修行啊。来，用气来。来用谢可以来。像这个就很有心的人哦，反而那么整齐。这个这点都很久了啦，空间也不大，啊，就是很早就这样一直宣导下来的。但是期待能够转型啊，能够在点的地方能够再做回收分类，不用再多再转运一次、搬运一次这样。那就是要。这个点的带动人哦，一起来推动。里面是什么？没问题。三波动。还有啊，还有。受爸爸影响的话比较多是，有除了他的热心助人之外，就是他很负责任。不管他担任环保干事，或者是只是一个随车，他都会很认真去负责。所以我觉得他的责任心值得我学习。爸爸他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很主动去找人谈话。我们现在环保有这些成就，也是因为爸爸，因为有跟这些里民、这些乡亲有很好的互动，然后才会打出一些很好的口碑。其实对我们这些比较害羞的年轻人来说，其实是个很好的典范，因为现在的人都不太爱跟人互动。就把这一点而言，我还蛮敬佩他的。第一届暑假，竹委地区的慈济人举办了社区爱洒祈福晚会，余信师兄负责关怀协调，爱准备安排所有大小项代志。信如当然就是上好助手，爸仔仔两个人伫现场忙进忙出，对中昼甲暗时拢无休困。因就是希望会当替社会大众做一寡代志，将组织的灵魂传递出去。好邻居，哎，你好。就今天办一个社区爱洒祈福晚会，邀请我们全家一起来，哦，为全天下人来祈福，全天下平安，我们就平安。对对，好，一起来。郭淑斌。啊，朱姐，踮遮办一个吼祈福爱洒这晚会，邀请咱好厝边到阵来，啊，为了这全天啊吼来求平安，全天啊平安，那咱就平安，吼，祝福空间。啊，今天是七月吉祥夜，爱洒活动，信如在刚放暑假，他又有幸参与啊，一起来种福田。刚接触瓷器的时候，是他是有一点是被凹的感觉。啊，但现在呢，他自动自发来，或许是因为亲近慈济的因缘吧，啊，所以耳濡目染就有浸润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呢。你好，这怎么东西？还有吗？对对，一次只能拿一盆而已的。啊，来这。我觉得来这边就是帮忙做一点事情了，因为他们人力上。就看能帮忙什么就帮忙什么，年轻人多做一点事会好一点，有参与一些事情，感觉比较踏实，就是可以因为借由这些事情，然后让自己更主动，因为其实主动的话可以帮自己争取一些机会，以前比较避暑吧，对，现在算没有那么 open 了，但是还是算 OK 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请入座来。这吼、哦、啊，这好圆吼、哦，哦，你你拢好过你呀、啊，啊，得有一下灵气在哦，还是先坐下来。都可以啊。来来来，来先坐下来。来先坐下来，好、哦、来。鸭头上去哦，小弟。哎，小姐姐，这妈妈要。哦，今天来人来的很多哈、哦。对对对对，不够坐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社区的福啦，大家能够一起来了解慈济啊，能够来知福惜福。啊，他会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会场，那是对慈济想要了解的人啊。那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接引，那、啊、这是我一个好姻缘开始。你拿给老师牌就好了，来。还有这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你去摆，阿伯阿爷，来，信路，把牌下来。来来，铁龟平摆，中道。小心哦哈。我们所看到在慈济里面所看到所学到的，这是最好的一个什么样一个身教。所以小孩子看到你身教，他要偏要理的话，可能性也比较少。信如现在是在学那个就医师检验科哈，是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区块里面哈，还能够呢尽一点心跟力哈，能够多一点付出哈，也是代替父母亲呢，没有做不到的地方，他能够来完成，传我们的衣钵哈，把我们慈济这样的一个志工能够延续到他身上。慈唱委员一首慈济的歌曲《感谢》。来用秋意的方式来呈现，代表我们跟对大家的感恩之心。现在学生阶段的话，就是能帮爸爸妈妈多做一点事情是比较好的，环保的部分的话也是可以帮他们多分担一些，节省一点负担，因为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老了。我对我的未来的期待的话，我现在就读的系是医技系，那医技系未来就是考医检师的执照，然后未来就是在医院里面工作。因为之前有参加医疗志工营，因为看到医院里面的生老病死，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可以为社会大众多付出一点点，就是希望就是说担任医检师可以把那个检验咨询做到最正确的，你可以做到最迅速。一个囡仔的成长，家庭教育是非常的重要。信如自细汉就受到父母的影响，对环保的工作是真心接受，而且在自制这爱环境中，对一个无自信的囡仔变成这么捌代志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在信如家己的安排，伊这个暑假是过了充实够有意义哦。而且伊个法官以后大汉了后，要承担父母的职业，继续做环保。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其实孩子是可以被带动的，而且孩子不要把他保护过头哈，然后吃一点骨头，环保可以锻炼自己的耐力、耐心。你做领婚嘞，嘛怎样？爸妈做环保很辛苦，尤其是环保日，他们喜欢睡到自然醒的哈，6点就要去发手套啦，送那个茶水啊，所以他们都知道说这是本分事了。全家人同在做一件事情哈，是很开心的，而且他心都在一起啊。